春天里最适合做一道这样的菜，鲜美好吃又营养，裙带菜冷水泡发，一点就可以泡发很多。切成小段备用，豆腐切片煎至两面金黄，一毛钱的五花肉边炒出油汁，放葱蒜干辣椒炒到邻居都能闻到香味，放大白菜，煎好的豆腐和裙带菜，淋入提前调好的料汁，扣盖咕嘟5分钟，出锅撒上葱段即可。